甩掉了，就是出来。刚刚那场也是被，就是直接被一巴打的，没错。哦。哦，马爷，结束了。是，现在这个包观众席，这个一比二包不在你预期内取关。好，大关了，牛逼，牛逼，牛逼。实在是太精彩，太焦灼了，没有想到今天。恐怕真的是要打到凌晨三点，好不好？现场欢迎来支持，让我的粉丝花给我点欢呼声，好吗？谁的粉丝？一比一的状况，他刚说谁的？支持阿炳的朋友给我点欢呼声。今天呢还有很多的奖品，所以我现在就趁这个休息时间，我们先来爆抽一波。那我们因为刚刚我们的表演有抽奖箱，然后用地图来的话，第一张地图剩的是绕，所以我们就先抽出绕的这部分的奖项。然后刚刚现场很多朋友也有看到我们的，布雷这边，然后今天有精彩的打扮，就会来到现场帮我们抽出。你是支持哪一边？你抽，那麻烦你抽了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要抽出的这个奖项是来自 Ruby 的滑鼠垫，我们一次抽出这个是。我手机想要充电，等一下。恭喜，直接帮我再抽四张。对，我手机想要充电。滑鼠垫，现在先抽出来这些奖项给大家。我的麦克风要关吧？麦克风。要吧，要吧。好，关一下，关一下。关一下，关一下。
没。留在阿里之战，确实。其实有很多许多不错的选手，在外貌上是跟他的有几分的相似，没。但是实力上有许多的落差，这会是我们期待接下来应该会有。我的手机嘞，不见了。帮整理 IG， 谢谢。哎。不要吧，我觉得不用，不用吧，还要特别发那个来那个。对啊，跟他们讲不用吧，太麻烦了。而且现在都12点了，要那个早就来了。跟他们讲一下。好，我们去手机充一下电，然后休息一下。正经的 IG 还是去正经那边找到的，啊，笑死，好色哦，哈哈，怎么那么色？啊，你们都不用睡觉、啊，你们明天都不用那个、哦，不用上班了，大家都不用睡觉。帮我接完，不用啦，累了就去睡觉。我在跟谁讲话？跟你们啊，聊天室啊，这个时间是可以跟聊天室聊天，大家都在休息。课摆在那上不上是我的决定。谁啊？这是另外一边 VIP 区哎，就是我们的正对面哎，另外一坨，就丰年他们坐的那边啊。大家都在玩手机耶。谢龙波，找 face 了没？他跟女朋友在旁边啊，你等下看照过去。这个 face 啊，这个他女友啊，要怎么找他？不要去那边当那个灯泡。我跟风景谁比较矮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了。哦，有啦，开始现场开始有慢慢有人在离开了，可能应该去上厕所，应该是上厕所。现场，其实第一次办这种比赛，人算多哎，就以台湾特战的环境来讲，再看看之前玩的那个游戏，你说现场要塞满这些人，椅子都不够，椅子根本就没有几张。哎呦！哎呦！早知道带小鸡来了。哦，每个选手都有自己那个。有人脱鞋子耶，脚好臭。
主播以你在电竞界的贡献，为啥台湾主办方没有像没有给你像 Tarik 一样的待遇？共鸣脑部了，剩几点了？一点了，还有两场。哎、欸，真的要到三点嘞，彤彤。还有两场吧，要打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跟他们谈。要打包山，应该还有两场。最快。陈哲信，我不去酒店了，回来看你。你他妈不露脸，我一定送你回来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对不起，马上回去。哎，我的手机呢？就是、看看 code 就知道了。好，来到了第三张地图。哎。先冲一下，我等下在那个。不用。不用了，就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你要跟到结束哦。哇，你这样不会太累？好，谢啦。哇。AAT 要跟到结束哎。好尽责。真的好尽责哦。这要是我带艺人，我去一半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SX 回来了。有人又去厕所了。没有啦，刚刚去那边。像你开台一直跑的、啊。你可以开吗？对啊。没有。干，完全没有人排队啊。好了，两三个啦，两三个。你怎么没有？就如果你没有那个学一下，不然找那个被子去一下。他需要大量的黄主席，然后做市场上面的一些协助。还要再过去罚站。好。而且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是第二还是面对到线不太对啊，哥。有 Elvia 的以往跟阿便有差别，就他们滑到位置，还要再上去求一次，还要再上去耍白痴一次。滑出就是面对到一个。好了，还是你来找我拍啊。会，大家去。不是我根本没有跟他们说我来这边。啊，哦，为什么你没有说你会来这边？没有，我一开始我们只是来看的。好，没事。法官这样子是一个法系官将，对，实力上也是有几分省事啊，对啊，也是啊，但九分我很奇怪，一打进他不是说他是国警官，他只过来一句，好像也是，对，我比较想看他了，这次青云杯，王在说你，为什么？王在说 stack 啊，多，不是我不是，有机会。谁说的？魏总长得像而已。Snake 是雷吧？怎么有人在整理 IG？ 我在现在聊天室大家都在看 IG， 有人在帮聊天室整理 IG。你看隔壁台我跟你讲了，2000%在讨论那个比赛，我们这边在讨论 IG， 可怜。我看一下隔壁台在干嘛？他讨论谁 IG？ 讨论后面的 coser IG 啊。讨论后面所有 co。厉害，他们找到了。你看灰机飞的台现在正在大胆的那个聊比赛，然后我们的台就是聊
这个 IG 是谁的？对，不过我已经看到有蔡英文的。你这么气，假无聊啊？怎么没事？那我怎么去讲？刚没有看到，应该是假吧？他起半假，这两个不知道最好。这是数学系的，哦，我在确定，这是数学系的。你们这群社狗，旁边戴口罩的人是谁？他瓜，季炯啊，你们知道吧？他刚打两分。他打两分。我已经到了那个要睡觉年纪了。先睡一下，等一下我叫你。OK。你是想去会馆睡吧？没有啊，你不是说那个？好了，你先休息一下啦。你不是说你难得从台湾上来要带你出去玩？等一下，有嗨的哦，有嗨的。你这边先玩一下，休个两场，然后决胜图叫你起来，然后看完，然后假嗨一下，然后假装去拍个照什么的，然后装装说，等一下我们就去玩好玩。你等一下精神拿出来就好。OK OK。你现在可以尽量混。看一下那个会比较轻松，至少今天有办法混的。来，有啊有啊。有。下一道，再上这个刀，然后再拿出来。哦呦！哇，这个点那个防守，因为叶子掉了，所以他也没有出比较多。十三推四，侦查线照到两个电线，加上夜宵无人机，瞄到啊，有。都知道全力点那个，哎呦，喜欢的是这一边，这个守备上来讲还是难点的。还没赌赢，他也不看另外一边，他就跟你表现一下，还是没赢。
哎呦，可以了啦，单哦。一步别下，然后数。下一把。四只。哦。OK 又学到一招，傻了。这就是上次我跟 Grace 他们到，就是一把我在做地板的时候，就是强势一点的，他会到家门。这都打不到。没错没错，那现在完全就是要打到这一把的味道很重。你要挑战我，就是得吃一点回收公狗杀掉你的。哎，是是是。好妖。之前有聊到过，之前这个到第一次洗瓶怪，都会有失败，就像是选手会有失败的时候，根据你出拳的方式，然后再判断接下来我要怎么样。对，我帮他没想。是对到射枪，你等下是想摸谁？你是你刚是去吃什么东西？你是发作了？现在要帮你爽一个。哎，他是发作，他是发作。啊？他是发作。没有，他发烧了。台北好玩吗？没有，我怎么来过台北？对啊，难怪你今天迟到。没有，没有，你们等下去哪？我说你们等下去哪？等下带去好了，今天在房间好了，好，一定是黑暗暗场。OK。黑暗暗，带起红色灯，那也是让你爽啊！你不是今天那个寿星？接受天嘞。对啊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找人一起吹蜡烛啊。是吗？是吹蜡烛吗？哎，有人找人帮你吹蜡烛。没错。因为耶稣的剧情。他不，我当蜡烛。可以讲的吗？这样子高，现在上这个节奏其实是快非常多的，而且你看这个鼻子、鼻头的位置。当我选 Les 的选择，他知道你的帽衫之后，就他是这个色号吗 ？No， 换手位。像我们今天准备要换手位，今天这边为了出现和 Les， 好，躲掉，躲掉，拖延。鬼躲，鬼躲 ，Les。高端一点五环，看你是没来了，这个色号怎么换？哇，现在他压力很大。哎呀，大家，整个，整个要出假的电麦。哎呦。啊，他替我的蜡烛有一点火热，完了，聊天室又开始怪怪的。绕了这群绕的太远了，绕的太远了。那边任何精彩的都是看各自的，什么意思？替丰年那边缓和一下气氛。老的老小，要叫他过来我们这里啊。一家老小，我们这边还有位置。副院长也不是把业主旁边多拉了一个人，他拿伞出，这个前期的试探打得很。他就想告诉你，我的兵强，而且他刚刀已经刀过了，所以他就到你这边，如果不可能再开预设，是你预设会让耶稣就是借你帮我发挥时刻，而且他现在在人数还多吗？死了，他都怕左边有人，他是不是知道左后方有摄影机？看到他架的顶规是摄影机拍不到的，没错。他不来讲，他听得到吧？摄像机，哇，我好敢摸，不敢出手。我有办法，黄宇哲是我的铠甲。OK， 你打后面就要挑我走了。他走了，对啊，输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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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哦，鬼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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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学校的一次让鬼子玩来吗？有有。角度要来玩。有这个差。Hello，Hello， 找到你了。抓到你了。那他的第一不就是学校？二回事。技能跟道具了。你说学校的秘密？对，学校的秘密。他我的秘密。哎，七把。神交枪，七回事。我这是倒地。剩下开局十一只能够选择保健点，手中夜视云拿一分，对吧？举手保住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一把的对局对啊，太苦
再把这边推没了。太辛苦了。哇，等下进攻，等下防守怎么守？守不住。不过我觉得不成大问题。亏许是也是我们现在没错。亏比亏是类似，还有吗？亏许是亏许是都是一打三的。这把都是最大的区域，赚到。但是对于我来讲，有亏比吗？怎么听起来跟亏亏比是有亏又亏，亏比是被打的那个。亏亏，亏狗，看你九亏又亏，亏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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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如果你不放边线，其实奥特就会打的九亏哦。飞狗那个宅男不来，不然他就可以跟你嗨。他不是现宅人了吗？对他，他打完了，他现宅人，对啊，现宅。来来，去找他们来啊。除非你这边有那个可以吸的，一定有，我就跟你跟他说，等一下晚上黑黑暗暗。那我等下蛮酷的啊。对啊，很黑很暗。端的是双区哦，浪漫区上上上线。郑静有，郑静在我的左下，他住在地上。冰箱在小丹在底下，他在坐在那边发呆哦。他们说费子那边很尴尬，叫那个叫雷克斯去帮他缓和一下气氛。雷克斯他好像他们说费子那边很尴尬，感觉还好，他们是真的想要看比赛的。对，真的在看比赛，我这边是压的。对啊，强队的波克有所好。强队的。在帮现场的浪子加油，毕竟浪子看起来比较疲惫，想要只会跳下来攻上阿宝，确实。啊，这个波的作用，好像有一点像哦。阿宝这个也够前推，所以他们是讲英文的。那就看在那边讲什么，看是什么乱七八糟。注定之后要怎么做决定的？我刚转过去看 Crazy Face 的台，他们好像自己聊自己的，好像还好啊，没有很尴尬啊。他们聊天是自己聊自己的啊。对啊，还好啊。哪有关系？他们旁边坐了，他不熟了。对了，他不熟啦。他 Crazy 的朋友都在这边了。好哟。很像，哎，那个标很像，很像。有收到一百，有收到一百。就是电视不抢头，电视不抢头。哦呦，好强嘞！你的直播是那个，就是有一个现场的画面，然后一个大画面。对啊，现场就是我们在这边，那么一个小鸡巴这样。对，然后左下角那个。耍酷，李佳蓉。这是一个最有名的事情。有像哦，李佳蓉，李佳蓉，李佳蓉，星球坠落，李佳蓉吗？超像哎。哎呦，开的刚好，不然原本没。又要撞剧情了。他看到了。他看到了，他已经。看他好敢这样推哦！打得够龟了，都已经回家了。我每次都在窗口去打那个推的，都打到。对，你说你没打赢啊？没有，每次都在去扁那个。哦。对啊，龟很多发飙了。被排掉之后，我还是有抓一个时间差回来看，而且抓的时间也蛮好的。卖家这波没成功，打不到。现在决定要输出到那一边，打准那四个点吗？来吗？哇，他直接冲！哎，很聪明。哎，怎么他立过去了？进来了，我看他进来了。两个感受。哎呦！可惜啊，必须。小打击嘛，太假了，我觉得可以了。我觉得他直接推掉了。没烟了，怎么办？对方可能会跟无人机。完了！哎呦，飞哥，还得是你啊，鬼子辈的，哎，好，干嘛啦？来死！是他当弓箭手，好拿枪行不行？枪拿好，枪拿好。而且再来是应该不够，一把军保下来，下一把还可以做一点起。但我觉得这一把的问题可能会在 FNS。哎，他们狙击怎么是接听的？没有看的情况下，我他们狙击怎么是接听的？需要踩住不准狙击，不是
个阶梯跟全部人拿过来拿。我想说，我想说给我都给老秦拿、欸。我觉得这个效果，左方两个都会拿，都可以啊，可以出两把。这样子够大。这一套在外围如果没有思源的情况下，他最多做到。明年准备一下。就是我们今年已经准备。我们要组一个最大的团。没有青年杯，我们已经上去要这样打。不用了，青年杯刚才那个取消，现在还要打，干，你要滚。喂，青年杯应该有机会。可以啊。我没有报青年杯啊。哦。啊，你是那个前锅吗？没错。我跟那个老叶玩的差不多像啊。有哎。你是前锅。对啊，不然我怎么？干蛇你其实哎。那当然。除了你以外，谁能玩前锅？干讨厌。确实。就他组里面绝对不会放在你负责的兵里面的。那他。不过我觉得应该是灰机杯子会拿。也不一定啊，他应该去打那个情报位。情报位很特。哎呦，我用那个飞螳螂，那不用。双地精这个组合很强。没有无效指令，也没有要因此而打一些。双地精有算到我吗？应该没有。如果是阿森跟是白银最基本的，那当然，那当然。算高。就因为我们加油飙到第四名。好嘞。而叶师傅现在走路又想要抬。不困了，还行。他又可以这样走出来。敢你又这样走，你又可以这样子走。我敢啊，我都这样拉出去啊。他的画面基本上就是跟我，你来看我的实况，差不多就长这个样子。开玩笑。你是说他是被杀了一个？什么？不要！这招到后面有办法直接去补，是这边出枪。哎呦，好毒，你好毒。所以这边没办法打，后面出自己的怪物。哎呦，又关起来了。现在这里有两次的持续。但你这边进不太好，所以这个二楼位置你没办法闪出来，快闪起来，被闪出来，被闪下去，直接死掉的话，你就出现。啊，辉哥，哎，辉哥，球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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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搞啥？跟你画面有像，这边很像，怎么这样啊？前提的回防不行，好，回防相当的高的三球八，哎呦，完了，完了，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，好像真的要打波五了。那当然，今天。打到包五，然后搭车回家五点，然后回家吃个早餐 ，OBS 按下去，早上七点继续爬分。你是不是想要早一点那个快打完然后快回家？对啊，反正就是。没有了，我们要去。对啊，七点的时候我们还在吃水果盘呢、欸。还在。七点你说还在敷热毛巾跟水果盘。还有毛巾跟水果盘的环节。但直接被对方抓了。抓了。好，有你看还推。那你的不在。他已经要回，他已经是逼不得已了，因为有人在，明天开台吧。他们打这样不一定会开，哎呦，他们打的有点焦灼、欸，我以为不会那么焦灼、欸，老实讲，我以为会就是一面倒的样子，老实讲，就很焦灼、欸，老实讲其实蛮紧的。我烧死。晚上台太累了啊！他挂是想睡觉了。刚起床而已，好不好？才刚起床。完了，他这个海底互相绕的，还要绕的，两条哦，绕的赛，绕的开始绕的。也许会绕的。哦，叶师傅有闻到哦。应该稍微针对一下，因为后这边做一些处理。他们都喜欢吃饱。其实我觉得二楼更有味，还是有看。我蛮喜欢。不管是摆谁。因为我看你打这么针对这个地打，就一定对防守没那么简单。你为什么会蛮喜欢这把的？不是这个要打到最后一只才有办法盖数，你不是都第一个倒的？对啊。这个我没看过。啥？想说每个 skin 怎么好像都没有特效？都没特效，好奇怪。这个游戏没有升级，都没特效。哎呀，他这个是后面才改的吧？可以穿透。我记得手榴弹之前不能穿透，不能。后面改的。然后关键是二楼位置没有办法去做。七点会开，可以啦，七点赶得回去一定开哦。在二楼位置开始，
不是，你们不用睡觉。哎，你们很挺哎，一点多嘞，好鬼哦。这其实也是我很好奇，确实这一边方这里之后，针对 A 后这边的赞助会想要怎么样？因为我们讲 A 后这个位置的赞助，非常对。就如果他塞烟，然后直接过来，你是没有办法阻止他的，除非你就是站在那个位置跟他对。就你摆板去，好猛，好六百壮士的。然后 A 后前面，然后你再去做一些防守，其实也可以。它的设计其实是让进攻方优势，防守方劣势。因为你好，不然等下开个，等下开个睡觉台啊。那边已经走了差不多了。你说对面哦，对啊，对面走差不多嘞。还是叫风铃来我们这边住。我真的觉得他来。他摄影机在那边。他那边都走差不多，叫他们来我们这边那个、啊。他也没有照那边，也没有干嘛、啊。他那边没有开摄影机吗？有啦，只是他在那边都感觉都没。你知道王不进我，你不能让他这样来，对不对？强碰你这样。不是，他才是王八，我们是王八蛋。啊、我们是一群王八蛋，他才是王。桃园王，你说啥？桃园王。没有，我看他在那边这样，怕他那个孤单了。哦。Oh my god！ 他这一把是直接拉出来，是用预开的方式。我不觉得靠腰太过分了吧？太香了吧？腰太过分了吧？完全过分，过分的不行。你要过站点好了之后，不要大声嚷嚷。你要让人知道那个。怎么有烟出去啊？哦！哇！哇！哎 ，pass。可以吗？还有，哎，打回来嘞！中路鸟巢那个大王的声音，这个时候他听到，分水的位置，一定会抓到的，把中路的一点条路给走。人家39滴的血线了，也不能太做。喝个水。不是、啊，我来喝个水哦，喝水。喝水尿尿。好，走回去。怎么人手一只盐酥鸡？不能，我不能吃。对，我那个太油，对哦，我那个胆结石，我不能吃。不是啊，我有胆结石会那个会发作。为什么胆结石？我不知道。晚上带你去排一下你的胆结石。不是，你要排的那个只能是肾结石哦。没错，妈不，但在其他的六。一切都不好。等下进攻，那你自己还是要先知道。对啊。还是我们去看 Crazy Face 的聊天室，看他们在聊什么。好，你去那边刷那个睡觉脸的。不行啊，不要靠咬人家。你叫你的粉丝去那边刷睡觉脸。不要这样。妈的，你要认真看比赛，他妈你在。哎，他们真的很认真在看比赛。对吧、啊？比起我们真的是一群在瞎，比较认真的，他们真的是比较认真的。你是斜咖？哎，你知道那个水果日历吗？哦，是，好像买了100个水果，有就是要来现场分享给各位喜欢特餐烤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吃水果。
那我想到那时候去那个水果屋看那个花，月经买的、啊。你买水果盒？你刚吃人家吃那么多。我靠，那个是你买的。你刚刚吃了两盒水果盒，然后说月西买的不知道。可是我先不吃太多，等一下不是要水果盘吗？哇，是你啊！我好想吃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大姐姐。总是要到最后时刻。感觉你还在吃。到最后时刻。这是哪边的？这是我的啊。哦，你回来了。哎呀。要不要帮你买一个朋友的东西吃？我还好，现在不会很饿。还好吧，还好吧。OK， 谢谢你。知道的，那我来了。用简单纯是最。我们经纪人很好，贴身保姆。是男生是不是？小龟就是需要这种超级妈那个。因为我们小王神话三九。出关系就是超级妈宝。肩颈颈七五七八，哎，其实他现在还可以这样做。神话应该蛮高的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真的有可以啊，因为都有人当我们那边的教练给你证啊。对，但没有人逼他，我相信这个应该。对，是。搞不好有人逼。我现在在此就来为我的队友，肯特真女友。如果你喜欢，就百金以上，千亿职业选手，现役赛地，还打过。长好像吃卤肉饭还是牛肉面？有种，偶尔还会开开日光食堂跟你一起同乐。确实，目前人住台中。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啊，请记得私讯肯特的粉专。或者是可以过好可以，我会帮你转达给你的。发生什么时候上场？没机会了，这个不用想，可以把它认识好。什么没机会？有机会啊！在你 S 小妹有很温暖。其实我们话是没问题，要上去就会行，那实在是没办法。可是我现在上去就会行，不好把握的机会。我要的拳赛，你要的拳赛，在我们压轴的时刻会呈现。如果你打到波六的话，那就是你的正确胜利。造假司机先努力的，这个是哈瓜，那我熟了，哦，好棒，是吗？这个是不是哈瓜？嗯，哪里？是哈瓜，姐，你又来了，喂，李姐，好久不见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当年爆华肯特在美国又跟凯蒙蒙不小心。被虐的，终于有人可以帮我分担美国事件。分担一下，分担一下。主要是你是分担生活冒险的好队友，好队友。啊，这些是热身特战。好，来到了是今天的第三盘，上半场结束之后的6-6，叶师傅顶着鬼飞，非常快速从 A 方。好快哦，这是竞走吧，哥。他走的好像不是竞走。他会敢继续摸，然后这边就能主力边再开始做移动，然后他再找时间走就可以了。这个刀一直到了三个成员啊，在这一拍对马的战术非常重要，就是好像有看到手中。对，但我觉得他这边还是不会动啦。其实叶师傅其实比较仰赖，然后主力变成进攻之后，中间那个时间轴去让他打。这个哥哥刚好挡到我，在看他的尊心。才有机会去到他摸。哥哥坐在这里，你看。人家比赛的夜宵无人机永远长这样，我们的都是 shut down 然后没了。哎呀！是这一拍 H A K 闪，造到一楼位置之后呢，这边部分开灯关，你是不是自己谢谢？好，爸爸就直接抓了，接下来我下电线，哎呦，电到关键的位置，哎呦完了，啊，这个色小箱子好猛哦。哎，不是，前面我那个子弹改成150，真的，干很没什么意义。成功回来。很贵耶。对啊，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。很贵啊。他干脆把它拔掉。你想要就起不了太多哎。不会起，就直接起神社或是那个。那现在直接起鬼魅。那种拿个咸猪鸡被你转。我想要夜市故意不是。可以看跟你们呢。傻死一笑的跟个孩子一样，希望他可以笑到最后一刻，确实。明天还会开吗？明天还会开，把咸酥鸡你们要吃是不是？我太油了不能吃。已经很多了，其实不算很多，但是有一个上面压力很大。哦，所以其实算是前排第一，其实这个。而且肯特好像是一直在吃东西，没有停下来过。对对对对对。不知道。我看可能这个嘴巴没有停下来过。他今天吃了，传过去就是接起来，接起来。但大西是王的，问他要吃吗？干嘛是不要？王少说一个。何料？哎，摸进来了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动，还没动。干摸鬼才。是
接抓 B 点出来喽。然后我们的记忆有没有到就可以直接进场。他没进了吗？上我睡机场。他刚刚讲的是哪里啊？我觉得难度是很高的。他甚至在哪里？你看到。他应该有研究他的那个丢法，哦，也有可能。没有，他他间歇都没有。那就自己的，他自己就完蛋，就现实完了。有他的线不是吗？啊！哇！靠！一瞬间嘞。我这边有起道具，我是不是多了一个 line up？ 但是你很能选，这就是结果。对，他偏方那个受不了，被泰国虾。今天我就是泰国虾，我觉得很有味。我点了半只胡椒，半只那个柠檬，没什么料，说实在。泰国虾真的是，又贵又不好吃。来看大象。泰国虾比较有料。再翻过来哦。三把豆流血的烙的，你有办法打？翻过去又翻回来。这个两根线都放在了一点点的单处。哦，学一下学一下。也知道 Wolf 这边有三根点球就把它开到，所以也有可能是把这两根线直接放在 B 点的位置，它不会捞到。也是师傅在哪里抓的？你看打字对齐啊，但是你肯定不知道。哦，来哦，累死。来哦，累死。来哦，这边头爆开，那这边一点要加速了。有听到那个线吗？好像还有一条，再往正面推上一条，漂亮击杀。被 Precious 带走的对手，他大来到的时候变两分成二。而且这一拍的速度很快。郑庆有没有带槟榔来吃？你有带槟榔来吃吗？我没有吃槟榔。现在的选择最多结冰水都没带，没料，几乎回不了。上次的地板。晚安晚安，阿伟晚安。我说你还有 CT 的时间差要出。那怎么没有那个？而且 CT 的位置也是成功往前推的。不行啊，我不想再去急诊室了，赶紧。他们叫我去吃那个咸酥鸡。哎呦，七道里。这个一定是用 low 那个 low 的滑鼠。有抓到三把枪，其实 low 的这边是赚的。哎呦，好好猛哦，这个电剑。但他那个是定过还是纯粹录这个条款的？你问张力他就有定过啊。张力找他。什么时候找宫里来哦？他在隔壁，他在隔壁啊，他在我们隔壁啊。而且他跟他女朋友坐在一起，我不敢去找他。很怪哦，这样很怪哦。其实去那边跟人家尬聊，然后也不知道讲什么。对啊，只有他应该还好。对啊，只有他好一点。所以在怪他女朋友？没错，还是怪他朋友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是说，就是他们两个聊这样比较好，不要去打扰人家。哎，他也在开台。这样不好。我是神，电脑，总部控制啊，其实拿的速度非常快。那这个关键的半线位还没过，而且 Vaness 的鸟巢的电视机失误啦。他是故意丢的吗？哇，他是故意丢的。没有啦，他也在开台啊，不知道要跟他聊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配一个搭配，就是不能硬聊。来看一下，现在 Xbox。看到了这个肉 ，A 小队的肉，丢的好哎，稍微有点小歪了，你怎么稍微有点小歪啊？看他如果稍好了，就结局就不一样了。对啊，看他稍好，然后赌下去。看那个不就打不赌又看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玩过 Kill， 是 Kill 丢手榴弹的问题，他丢手榴弹背力超小，基本上是背力没。你知道背力？哎呦，我就知道这个烂梗王，又想。妈的，你就想 Q 这个，你在讲贝利的，我就专想 Q 这个套。人数已经没有优势了哦。我还有专注。没打到任何人，而且。哦，地板。你把叶师傅逼出来，就杀你的人哦。这就飙到他四处可惜，哪一道掉不真的你，你看起来是没有太阴要回防的。我不过打三个内容，多开一个大招。阿平这边好赚。勉强。但其实阿敏在这一波中奖也确实打得很漂亮，就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毒物下完之后，他那个毒物是有给我的位置跟后面的位置。哎呦，
肯定有潘总。一定有潘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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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又这个烧到多好啊！其实你选灰狗，灰狗它比较随便的、啊。没有那么拘谨，就瞎鸡巴跟他讲也不会怎样。就是按他的规定。对，他们说当找苏冠宪尬聊就不尴尬，找丰年尬聊就很尴尬。丰年比较也，就是没有对，感觉比较严肃那种感觉。黄香的黄香的楼梯，但近点的位置没有。苏冠宪也是我随便你。苏冠宪就随便你啊。对，没咖喱你啊。该吸口水。对，比较难处理。你要赌他会开场丢，有可能打太快。然后呢，如果他不是开场丢，你要打那个他。哎呦！哎呦！创造！哎呦！创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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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一路上这边吊桥，他是十五米斜线的四边 A O， 也为什么敌人可以命中目标？但我觉得也没差，反正接着做到。哦，好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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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目前架在的位置，撇除掉斜向来讲，其实都非常的好。后面会不会看？现在这样不好，要往前推。对啊，屁眼会爆开，要往前推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一定要。哦。这感觉我上也可以啊，是不是职业伤害？有，应该有。来喽，给他后面，看一下后面。拿到两发了，你不要这样，拿到两发了。哦。没关系，就继续这样压。哇，这么抱歉，他也算是娱乐大众的观众，就是对呀。但是他们的粉丝也是在那边好像也臭臭。还是那样，因为他炮枪啊，他炮枪操作确实没我猛。他那个是一打一炮枪，我是两个射脑还炮枪。我有那画面，那天我还在。对，重点我最厉害的是，我炮完。我炮完枪之后，我还可以很沉着冷静的跟大家讲两个 A。不会尴尬，不会笑场。对。而且其实上次被打 A 打 B 都厉害，就是打完的时候就没有回头看那种。这会是刚刚比较可惜的地方哦。这个牌子是我的现象。我一直去上厕所啊，是不是有吸引？搞啥？然后你把它撕掉，再直接上去那个捅一下，这样。不止在身上加一些东西，其实也可以吸收。好，这个暂停，你确定没了？确定没了。对，八比九的开局，其实如果这暂停没有拿到东西，就是要被让我们直接结束游戏的。接着，真木化工学院，不是与 Furnace 现在的击杀非常低。来到 B 点，感觉是想要直接进场。现在看一下这一个半线可不可以处理掉？被对方先开了一个反击，那这个进场又有什么？然后 A 点的控制又没做到，所以目前对方的进攻来讲是在拖时间的，也没办法往 A 点去走。然后你看到的又是射弧，找不到外面的位置。你知道这里有两只，你最后就知道这些怎么去了。但你要打的难度也很高，而且B 点的位置也有看到。如果你打出再快一点，你那个半程踩到，其实他还是有办法在负责里面灌吧。而现在我们成员要回头提携 A 点，那这些兵就只能够打反击，其实很痛。更不用说，其实上帝是要告诉我们 SPAS 已经摸到了这个 A， 高距离可以直接抓一只。他可能要做好时间差。超高级，直接上来。哇，是这样的，非常的可惜哦。我的过来。我当然是把这个位置先干掉了，我就拿出他的帽子，这样好。
后来有钱收到，不想要还有一只眼还在，因为能力不差，关键点不会发挥。第一排开，对于明朗来说，你会播的排名不是很多，好像什么都想不到。回马枪，先刷。我刚刚是第一次，我被他踩到了。找啊，守卫舆论。但是机器优势是能够平等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B 点不好打啊 ，B 点窄口啊，要控中然后才去打、啊。A 点好打、啊，有 Viper 打 A 点就很好打、啊。又在滑抖音哦。我不太确定刚刚，张导他是不是有开九二九？他当然有九二九开九二。但是他的尸体啊，所以没有来收起来的话，可是他没有趴在地板上的动作啊。你老大早上没有我看那个聊天室有点看不太到，因为我是用手机，所以不要那个，不要想太多，我是用手机啊。晚安，小蜜。无效的无效无效的无效之力。OW2 到时候就是要去抱那个哈瓜跟那个重打腿哦。我可以玩直飞，我也可以一路奶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一路飞。来啊，同心转，来来、啊、阿静，走啊，戴宝，走啊，拉金饼干。哎，阿庆，这些选手没有一个有你帅，操作也跟顶多跟你持平，为什么可以上场？因为他们都比我高。我操，老哥，你的屁股也太他妈大了吧！好性感。干，他怎么变绕着领先？啊，你刚刚尿了，就可以说不要尿尿，只要尿尿他们就领先。干，很危险。我试过两次，只要尿。你说尿尿对绕的？对啊，尿尿他就那个，他们就领先。对。他们是 B 点，他们 B 点不好打，不好守了。这就超级公主哦，领先也没用。你看他这边换一个，打一半还是要输。我发现他们的打法就是，不管是烟女还是什么，他们都会往前去换，他们不管，不会留资源的。对啊，我的烟女都是活到最后，我不敢去。那你要看那个方 plus 那个 angel 玩烟的时候，他也是他妈一直送一直送。干，更不要说那个上次那个谁玩那个冰妹，干人家直接他妈冲最前面，然后架枪开始打架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不要被技能局限住。真的，他们打得好凶哦。有跟这两队打比较凶啊。看得出来，哎呦，哎呦，老爷彩毒，再狙一个，可以 ，OK， 还可以救，哎，没救到，他还跪着，哦，狙一个，哎。你让我救到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就是我一直抽，一直抽，一直抽，一直。然后有救到。好猛。所以他是被逼回来射他的。那没办法。那是被他害死。左一只，右一只，左一只，右一只啊！你只要见到叶师傅的嘴型，就死那只。其实叶师傅炮箱也是蛮长的，我有在注意。今天算没有那么准。对，以前比较准哦。但已经平均值非常准。哪有人没带？他不是那种甩枪型选手。他瞄很慢。瞄超慢，可是很稳。现在 S。哎呦 ！Nice cover， nice cover。哎呦，好亏哦。有没有帮他架啊？狙击应该要过来帮他架一下啦。这要是我的狙击 cover， 一定打到。啊？你
经济量好像不太够吗？因为刚刚阿里文这个线在打跑步，有听说这一把，一把，他们是相对于资深啊，哇 ，S 八十关键 CT 正面出枪，哎呦，没中，完了，好像被验出去完了，哎呦，叶师傅，有机会吗？跑不了，跑不了，真跑不了。哇！有这样，有这样，有狙到就帅，就夸张了。对，不过这个好亏哦，这边打崩了就基本上差不多了。他第一枪没中，然后手枪还得两击。不动就不动，那你也是会有一个点在我们的样子。这些人都是开透视，为什么可以看到对面的人在哪？他们处理夜视，确实他们都是红领。他们都在打第一枪对枪。就 S 版的收位之后，他是完全不去做控制的。没错，他就是 dash 进去，然后躲在那个视角后面，让夜视是没有办法做那一个一打一的事情出来。到不漏。没事，进攻进攻又打到了盲阵，因为夜视你不处理他。他们已经，他们这一局已经半期了，基本上就是要抢这一局。他要跟他拼走了，真的。他有一个连着好像还行。看这个解体，这解体如果打两个，有的打。二楼位置因为现在摆在 B 点，所以被迫只能跳起来杀吧。刀或者是好像有喝酒一样。这个要是重打，刀已经出去了。要冷。乱讲，乱打，乱丢。那我重打的刀五秒就丢出去。开场一支啊。对，他明确人已经出去了。对，确实，人已经出去了。然后，哎，我闪没闪到。哎。然后 A 打一个。而且如果旁边的位置都要经典，他好像有意识到。完蛋。有意思吗？有点意思吧。哇！他怎么禁言？他想要摸过去打，你知道吗？他想要遮左边去打右边，就是他打得很浪，你知道吗？没必要，对方一口局。你是在教绕的玩游戏啊？对啊，他这样，他如果这样，他如果这样打就叫绕赛。你说这样就变绕赛？叫绕赛啊？对啊，你看到两只，你看，哎，这个11-10，然后对方一口局，还是得跟你请教一下，真的不拿下来，还得是你，再见一次。我靠，快猜到。那我问你，是你们一口局会这样推出去送吗？我是不可能的。对啊。我刚刚那边不会叫他不要丢烟，我要直接丢伞。对啊，那你就两个人去 pick 啊，对吗？他整行都不会动，他滑鼠好慢，对啊，对啊，跟我一样很低耶，完全不动，完全不动，把局就是标准对。不可能漏，漏是不可能漏的。漏耶！哦，一口软翻盘。对啊，你看这一局翻了，怎么搞？对啊，不过对面也洗三把。我是觉得要穿这个烟就也没必要，就直接丢一个短闪出去。对，反正左边被摆，右边也被摆，就打一边。打一边啊，选一边打啊。哎呦，可以又 ，OK， 阿飞哥，这是翻盘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你的理解有哎、欸、有。那个逆回来了，确实。不是，你看你自己看，这样走这样干嘛？哎，输在这个 Q 哎、欸，如果这把输了，输在这个 Q 哎、欸。确实啊，输你这个需要暂停后手喊出来的是绕的。ECK 有办法阻止 Arctic 吗？这个暂停，你是最后一排喊的，喊一下接下来对决，差两个大分打算再加一的胜利，但难度比较高。画的很好哎、欸，目前在是睿智吗？哈哈，有像有像。画的跟那个飞天小女警一样。就他们有一个固定套路，我们是第一，要先吃二楼，老实讲不好限制。那如果你这个暂停是好的，要先吃二楼的情况下。我认为要这个，他这边也可以排一些东西哦。Bonus 是什么？巴西吧。他不是北美对吗？巴西不能去北美哦。韩国都可以去当那个大陆的那个路演的，韩演的。韩国队都有台湾选手了，对吗？非常可能啊。但他这样子还可以赢啊，他有好队友啊。
干他五十六五哎，重点是他有他的价值。他五十六五，所以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啊。没错，我老实讲啊，这个位置你换起来偏低的，搞不好也不会打出这样的高度。哎、欸，其实这张图进攻狙好像不错，因为长枪线蛮长的。就这张了，仅有这张了，我觉得其他张要拿压狙进攻很难。哎呦。一波流，赌对了，买单，你回家睡觉。我靠！哎呦，完了啦！好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谁赢都可以啦，就不要下一张那个绕赛赢就好了。你说赶快，赶快就对啦，赶快赶快，赶快结束就好。对，没必要在那边，对，不要再闹，不要再闹了。快点，快点！没有啦，没有要按摩啦。这一把其实是绕的选择，你按过的。靠腰嘞！你要给你拼，好还是要你来啊！拼命！我最喜欢找拼命的。好，大胆。选择你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真的不能拼兄弟，真的不能拼了。狙击要准。狙击结束。如果在刚刚下狙的时候，狙击要准，狙击要准。晚安，八七。哎，这些人都不睡觉哎。帮他，帮他挡一下，帮他挡一下。这个钓鱼多钓了一把枪，也不能够说他爆枪，他是故意的，故意的状态，没错。这个月经炮，卡东底过来。塔上尼亚，塔上尼亚是哪里啊？对不对？我的，我最后现在到底经济量不够，三把都没有血，还两个半甲。好尬哦，怎么办？哇，皮哥这边。哦，非洲，他是非洲人哎、欸，他是非洲人，他们说的，靠腰这么狠啊？对，非洲人那个运动神经很强哎、欸，确实啊，撞击是稍微的一个小动作发生在腿麻，哎呦，再推再推，是预设架枪跟 S Pass 都加在一个临界值，但 S Pass 加低，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投手会是什么样的情况，他就不看 ED 就有时间差，而且他把那一个毒枪架在 B 龙的位置。然后中路的部分，他为什么很犟？阿兹曼斯，你还是要设一个，好像有戏啊，有戏啊，阿兹曼斯有去办法去一次吗？我想到是九三三二四，他逃不掉了吧？好轻啊！光速了看，算运气啊！他还要架第二枪哎、欸！再来，不是对面还敢，对面还敢这样？来再一支，对狙。不用回家了，亲。哇、啊，不能回家了，等一下就再去拍照，又没有人排队，耶、yeah ！哦，天哪，要被羞辱了。勇气结束。阿斯帕斯。好看哦，好想看比赛，对不对？好累，好累哦。哇，你们那时候播报还播到重赛嘞？八点来到家，早上啊，对啊，早八点、啊，几点播到八点？八点播到八点，九晚上九点就到了。哦。但我觉得曼谷那样过得多点，有点那边没注意到我们的门口，因为那边有你，他到底在中部，他也在中部嘛，就这个没理由。他可能是不觉得他是建筑。没有啊，他们家都保护了，所以不可能这样直接打来的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这样抓到了，就是你的问题严重了。可是我跟关羽扛住啊，那不行啊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你这个有点侥幸心态，啊，所以小心点。对，你们去夜场有人要死了，有这种事，有这种事，夜场拿步枪打狙，哇，那你这边要建工具了吧？哦，这么敢推哦。不是，欸，我的阶级也很凶，你看看我。我个人认为，我当我应该压力还是很大。如果这波是没有变技能，就直接摸到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是要用 S 去守。我 S 是打一个主动开门，然后下一颗烟，连第一。哎，躲掉，躲掉，躲掉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躲掉了。躲掉。果汁他们。哦。看不到，你不知道吗？那头，这个图怎么会有个图在这个位置？哇！躲
猫。不，他们过来，他们过来。好朋友礼物，到底是什么？我看中路位置有摸到 Aiko 一次，但我觉得这边吃香了，因为你刚刚好让自己的队友去打掉那个陷阱，然后你走中路，那让我这边来。哎、欸，对，不应该打嘞，那陷阱不要打吧。干嘛啦？干嘛来乱挪你你啊嘞？住第一排的人头打出破防，好，点上又被打残了。马上狙到人了。加力，突然一只米卡之后来到是滴滴的飞球。好，都是头，都是大头，然后他还中间。电剑有没有？电马，兄弟们。慢慢来，他不知道点上有人，他完全不知道，他不可能知道。哦，不行，不好不好。你是间谍，等一下。我觉得你好抓到了，如果你死接下来经典会你不知道吗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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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不得不说他们进攻打得不错。没错，钢铁一枪怎么样都哇，好接近，好接近。这阶梯开局偷一个还能输哎。是领先 match point 的 Optic。没有，他们差不多会狙一个。开场先狙的是 Optic 这边。以太马的 logo。我还在这个位置。人家都哎，教练到底有没有办法起到实质的帮助？有料的，没料的没有。谁是没料的？有料的有用，没料的没有。对。哇，那有。听君一席话，犹如听君一席话，没错，听得好。没错。讲得很好。因为他只能看选手视角跟听讲话。那他可以？他不能看 OB。那他到时候怎么给选手建议？就看你们打的东西直接给建议啊，他不能看别人的东西打给建议啊。对啊，所以有些时候那个暂停喊不出来，那就没料。哦，他如果排除对方的阵点，就大概你连掉四分左右会有一个暂停，可是那个时候有些人都喊不出来。要连掉八分才喊暂停，那就是买单了。连掉八分喊的暂停是那个要写早餐单那种的，已经开始要那个，就已经要准备准备吃快送。暂停就是准备简单了、啊，没错。吃快餐饼。哈哈。有一些是赢的也会喊暂停，就是看你有没有打对，因为赢不一定打对。好，我很严格的。像你这种就是乐色浪费暂停的人。乱讲。我讲刚刚那是莫道。哇！哎、欸，可托，你怎么还没？哇！你怎么顶上去？穿戴！哇！扛起来！哇！气势就是不一样哎、欸！啊！往前这局怎么那么快啊？高伟腾 ，Dash， 好牛逼！来，先一只，哦呦，很稳。行动队员，快哥。哦，行动队员，来。慢慢来，慢慢走。哎，我的线呢？你的线不？一条短线。应该在我老板娘那边。好。是我带包去他那边。没错。他摄影机还在、欸，根本没有什么机会。打射不灵位，但是偏偏就要打射不灵位。我看这个线你还是要清掉。敢不敢趴下？这真的够。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线躲过。反身一给，大号为 A， 来不及。24秒钟的时间，难道你是时间管理大师？你第一次比矮输了，啊？你第一次比矮输了，哪有啊？他跟我差不多高吧？你们俩不是差不多高吗？他多少？100多少？不知道，感觉。他怎么跟笑会开心呢？没错，一打是随便5秒。哎呦，装到！哎，有机会。哎呦，这个毒！威权赛 ，overtime。哎呦，我的妈！有料。那为什么不会第一次没回上去？身为一个专业的职业解体，那个位置不会丢。我敢说，在场各位的解体那一排赶不上去。对吧？对啊。而且我觉得他有点笑，有点歪啦。我在外面可以出来给我拍照吗？乱讲。我去外面看。没顶住。
这种失误来到了世界赛事，就是能够站到体力领先的一个大分的情况下送了回去，彻底结束。来到第二次失误，是公主吗？为什么进攻都打成这样？来看绕过进攻，一样直接踩在了经典的位置哦。哎呀，这个对局哎，他是完蛋了，为什么他 ACT 哎？不知道从哪里飞了。然后这边，等一下哦，现在我看到三小二有到第二楼了，他们这一边人气照到一只，王伟传，哦 ，nice 啊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他拍什么手？他 O P T C， 然后狂拍猛拍。没有，这边跑的，没有，我一分买把大狙，然后我跟你讲，他等下，哎呦，没有那一个，对吧？对，有两次那个狙头，我这边把他的狙击很可以。我记得以前过一个土豪地方，就他那个位置，天桥，电动那个手机度很高。哎呦，这个狙真的跟我好像，好像，好像，好像。你在林大小？整队只有我在瞄准，真撑到哎，好猛哦！好，那你说那个手法被穿枪啊？够宰掉，一定要玩七耶！而且我是闹的，我没理由我不打稳啊。是，就拿下了这个百分之六，或者是把直接架在中路，不可能会推吧？我不能掉下去，我拿我说那把直接是那个专 A 点点高。他想抽一支摘烟，然后 dash。他很难往前推啊，所以真的没办法。大胆啊，大胆成就一个人啊。比数越紧越大胆，就觉得两把的尝试其实是可以接受的。他现在这把是没有尝试的空间，所以只拉了自己的队友。我有人刚好经过这里，然后来到一点，不会吧？然后特，哎呦，好像有人要死嘞！不会吧？这应该会先给太阴。哦，就这样。他有个线，先给他一个提示说人来喽。刀号抢劫，完了跑不掉，跑到你，跑不掉。刀号好像就没机会抓到可以吗？哥哥，这个刀你究竟在哪里？不要现在还有电视吗？鬼啊！哇！干嘛？我不是问你他在那边干嘛吗？我不是问你他在那边干嘛？送头妹哥。关键的，出去走。漂亮。四位决赛 ，Over Time。你怕不怕？好怕嘞，哥。怕不怕？以后这场好的比赛要看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继续。阿斯玛斯在那边吗？他想要抽第一支，然后 dash 走呗。你也会不会？没有，他架中门。可是那边，因为他觉得如果中路要先打的话，会有一支。因为他们觉得中路压力太大。他要赌吧，他想赌。可是我觉得不太可能，中门打的时候 ，A 面完全不给。好啦，不太可能。好啦，前面第一局他打回来的，然后后面这局送掉也没关系。他也没有到底往前进的经验。对啊，没有。他都到门架了，那都能交，有办法打掉。来两把大狙，没问题吧？现在，两把狙拿出来了，发疯了。接受你的挑战，来，哎呦，差一点嘞！差了很多了，哪有？他脚踩出去就中了。开了就差一点，开了就差一点。可惜。啊，碰到两只狙的话，不然他进攻点快。哎，进点。nice， 那两只狙 ，nice， 怎么顶？啊 ，match， 我觉得我不是赢了吗？干脆把influence 去守，然后他用那个毒物去跟人家换技能，都没错，差一点，而且他influence的 AD， 那个飘了，心态也飘了。好贪哦！他能力是不太够支撑他在一米多防守的，因为二楼可以，但是他会判断他的。他是杀七个。谁？我那是。手抖没？累了。他偶尔还是想打五个。在睡啊？那我也会。没有，差不多。我就直接打掉。二比一，他不是三十吗？多少？三十多。二比二，中才二十九。可以啦，三十多。看得到吗？睡两局吗？看不到，保证看不到。一样拿出见底要起推。人手都不错，就到那里。哎呦，这么点哦！我觉得他们视野很，就像那个，对对对。张开，有招看吗？是从外
关键。来了，远方看到直拳，连电视都没有了。接下来他没有回头路了。完蛋，好堵哦！如果没有回头路，那是怕是我操，抓到你的位置。哎、欸，那只巨在干嘛？我等一下，阿斯巴斯，那只巨在干嘛？完蛋！没事没事没事，还可以换人，还可以换人。哎、欸，还打赢哎、欸！还可以换人呢、哦，还是整队换掉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亏血还在，还在还在，还有人打。一包两包三包，哎呀，都没打到，完蛋了。那他现在是没进来，慢慢来哦。我觉得干谁上头点啊？啊！哇，这是什么发音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巨也行的。哈哈哈！太吓人了，又打到 OP 哇！这真的是一来一往，非常非常的激烈。我们现在呢，哇，要打到风舞啦，哥，完了，上厕所。上厕所，上厕所。没有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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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来。上厕所，上厕所。有超逼，靠腰，逼来。
啊，超过三点呢、欸。就在我刚刚上头看到了，这一次的冠军造型卖了台币十亿，所以你想一下，如果这些 bonus 加好像要达到四点，冠军有多少钱在身上？哦，那个奖金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、哦，借过一下、哦，救鬼救鬼！没有没有，喝个水喝个水。没声音吗？喂？有声音吧？喂喂？借的会还吗？会了会了。哦好哦。哇，已经是几点了？两点了。伸懒腰啊，四点台就补，不是明天不要上班是不是？好啦，好去睡觉了啦。不要乱叫，好好好。不知道明天应该，不知道明天可不可以开、欸？我这个状况，可能会睡过头。我前几天头很晕，然后就地震，然后今天头也晕，然后就地震。明天呢？明天不知道。现在还好，就没那么晕。晚安啦，菲菲，晚安晚安，要睡觉晚安。我知道很晚了，要睡觉晚安晚安，很晚，我知道很晚了。早啊，打打抖。要睡觉的就辛苦了。头晕的地震，对啊，差不多。而且不是有房子倒吗？啊？很精彩哦。你看得懂吗？看得懂。你怎么看得懂？一开始有点快节奏。他们节奏一直很快啊。现在有点看得懂，反正是先拿十三分的赢，然后如果十二十二的话，就要看谁先拿两分。前面几把的时候，想说我人都还没看到，他那个回合就结束。对，那也帮。OB 没有带好，他现在 OB 真的带的蛮好的。那你这样不会太累？你等下回去怎么办？你要怎么回去？我是搭客运啊，看有没有客运，没有客运就是在这边。在看他们要去哪，我感觉会比他们等一下会出去浪。现在还有地震吗？没有啊，现在应该没有。不过这几天应该还会有。哦，看比赛很累哦。如果我们之后打比赛，跟龟狗之前打到这样，就是长这个样子，你就是等很久。上次你们比赛我也觉得蛮好看的。对啊，可惜。两年前。哦、CSGO 不一样，这边可以讲这个吧，这好像不能讲。这边有那个竞品。哇，现场人好多、哦。还有要打。哇、哦啊，跟风脸有组一个青年杯，可是龟狗还要去那个 TwitchCon。他没有打，那怎么办？他就我们找一个人补他而已啊。没有，他去打 Twitch 看会比较那个、哦，比较多钱哦，又有钱又有名气，双收。也是累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很好，我跟大家。
松山文创园区的那个三号的那个，我看一下，三号仓库吧，好像。哦，因为我不在镜头那边啊，我在那个镜头外面。我刚去拿去电脑桌那里，啊，这里其实蛮多人的，其实超多人。我觉得在这边拿造型这一块，超级多人。你的造型，哇，看，打开，我拍过照。来，阿信，你什么时候抽奖？抽什么？高考了。靠呀！让我抽 Google， 让我钱抽啊！哎，谁的？完蛋！还有没有用到那个？啊！我去拿卫生纸。搞啥？哦，我用就好。不要了，来啊！不用了，我用就好。你的粉丝想要跟你拍照。等一下，我先丢那个垃圾。是这个广告。拿镜头带你们出来走。这个比赛啊，台湾没有打。现在可以来找我拍照，你们根本没有来现场。啊，之前就没跟你们说有那个观赏 party。好像忘记给你，好像没给你们。麦史很卡，是不是我离太远？打抖还是呢？要从台中飞过来来得及吗？欸，其实早上来得及耶，你飞过来应该差不多2点吧？哎，欸，4点了，啊，好像来得及耶，其实应该来得及。高雄就是有一点，哎，欸，高雄这地震很大，最近南部要小心。看着，2-3张，现在2-1，再拿一结束嘛 ？KYS 会不会人走了？你不会来吧？你真的会来哦？干，你们会来？到了。不过你们很挺耶，这时间2点我还有人要看哦。
你去。哦，我好像真的没有所有活动哦，没有，因为哦，我忘记了。啊，就像里面太闷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啊，空气。啊，你会在这里不是散风吧？那边有好几个空的，你啊？靠腰，没有，我刚才厕所在外面散风。你的厕所怎么在右边呢？在左边呢？会断麦是不是？好，回去，偷回去。就你带我们也是一样，因为我们传送过去，其实没有。怎么大家一直在吃东西？搞啥？我觉得阿姆在低一点的控制，他的差不多，我已经现在正在是睡觉时间。所以这就是目前阿姆有打法。等一下冠军赛的时候叫我。已经冠军赛。哇，已经厉害了。2-0。有人要准备回家了。借靠一下，哎呦，气势打出来了，对，他半场不开，好了 ，OBTC 输一输了，受不了了，叶师傅赶快回家哦，回去交拳哦。啊，这个叶师傅就是没有打出那个日志冲拳哦，真的。要是打出日志冲拳，我要打十个都不是问题哦。带着队友一起来到台大。好，赶快输一输了哈，输不了了。烂观众，你知道？开始不耐烦。开始烂观众。但这把，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你知道奥普在这一次进 A 点的情况下没有落太多技能，所以他等一下是不是只能做一些回放？他们都讲，没有。其实我好像没有跟他们讲说要升级这个活动，都风铃不知道有没有讲哎。好，对，应该大部分都是他那个他有去讲。如果其实我也是后面才知道有这个，我好像没有跟他们讲过。哦，风铃有讲哦。哦，那就是我的问题，搞啥？抱歉。回家喽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。打推的内容就是，那如果阿姆林这套体系，你把我们换成亚青组，他们两个可能。刚来这个白衣胖子是谁？我现在拿下车库之后呢，想要转打另外一波的点位，但是 A 点是完全沦陷的。飞德带瑞兹过来痛扁你，菲德斯，菲德看到了这种说的高点位，在这个时间也没有办法做出第一番击杀，对吧？即将抽到的是你的 B 点之内，我们轻轻不要涨，再稍下。哇！一直在是中点，到了是上半场，那个他扑过去，他没看到，那么这边哇！哎呦，好可惜，好可惜！不知道哎。大哥。这把阿姆可能有机会帮他。
到。确诊应该不会确诊吧？一口区。你们去过了吗？我去过，应该不会有。那你去过？他们还靠着自身撸进去才放下吧。去过再去就是二次确诊，不是吗？应该用天台那一次，你理论上会拍，但是你拍的时候你就完掉了，是的。可以上来，你是最棒的冰桶。看你还打一个手，打一个手。哇！四杀战手，Oh my god， 该不会打到二比二吧？哎呦！但也确实我们在打低点的位置，其实他的强度是蛮高的。这让我想起之前情绪也是被二次血会是有可能的，真假？真假？你们认真？苦主就在 VIP 区，确实。来看第一个这一把。有大招 ，A 点是完全不扣的啦，所以有大招的情况下，以往的记录他只能开到。Come on, let's go！ 我有发疯，发疯，发疯！先切换到了，终于想要下包，这是一个假下，但是没抓到人。这边终于没抓到人，是你。哎呦！也直接抓了一个背，真的不敢带着包，没有让队友这边私底下包，反正又给人打一个后卫。哎呦！哎呦！完了，太异常了。最后一张，这一张那个想要拿出火门的打法，说他的火门其实比较像是吸住你，然后让其他人没办法去做事情。会去别种的，你是火咒。你真的注意很重要，不会啊。眼睛被乱火摸进去了，那得什么都不会得火咒。有一点点的时间点，让他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叶师傅的打击，可现在。口罩戴好，但是还好啦，这边的大家都没戴口罩。哎，好像要戴，但是还好啦。这选手，这选手都不会累，我看着好累哦。所以比雷的控制是没有办法。干我晕了，我也是你要，我也是你要我那个操作是顶中顶哦，这个就是我打出来的。他哪里就那时候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那个时候，其实我觉得，跟决斗者的问题点，今天比较特别。今年没几号？十月多了，10月2号啊，3号。就地图已经在这边，我有测试的，我都在玩这个软件，我又没有写的，怎么搞的？你怎么走马马这样子给我打？OPT 是想归，没有，想归永远就只有两种状态，十七岁跟宝东马林。哎呀，我下次有这种活动，我会提早跟你们讲。为什么不穿？啊，穿一穿。没有跟你们讲哦。好衰，我以为大家可以直接来啊，我不知道是要门票的，门票要钱吗？好像要应该要吧。
好想不想再买。小贵不来啊，他说宅男才来啊。然后他买他有保证马铃抱枕。旁边是阿瓜吗？对啊。阿瓜应该累了吧？阿瓜感觉想睡觉。有啦，我有发文说要开台啊，但是没有叫你们来啊，下次会想到，没想到。这个 A 点到底该怎么打？这也是第一个体系比较弱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体系要比这个体系大。这样地主他有很多地种，他应该累了，现在两点多。如果他有办法每一把进去都换回来，这个机会我认为是这样。这个真的是很少。一张西风地图，现在闹的拿下了大部分的领先，难道王者真的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吗？我觉得就以这一套体系来讲，比较难一点。他这套体系是在今天要刚好换到，但如果像绕着打这个事，就是他的一点，就突然撞一拍，必须得交。晚安，然后你打，然后你又就是打一个平民回法，22吧。我觉得大家进攻到的情况下，难道2022年会是巴西？哎，他挂21吧，21、22。八支，不错。那我们也等个海参。大支是北美欧洲最黑暗的吗？冠军赛事，亚洲第一次向上，亚洲第一次。你已经开始挪了。我还好啊。对啊，很不错。哇，哎，奎比哎，他已经睡着了，不靠我一次。他说这个闹的要压赢了，所以他抽不到赢。那我看起来是挺放心的。现在已经先进牌了，捞的又拿下了3个大分比分，还逼到了却喊的这个战绩。对，然后你看沙大，可他这边又差一个大招有暗地红雷，等一下又可以整服了。然后来看他们的实力。你怎么起这哈瓜？那是亏比大家来的啦。我认为在牛排，是我自己来的。难度很高。后面的后者都回家了。对啊，都回家了。其实我那么晚了，然后不会回去，只能往双门跟中路位置去踩了。国强这一拍拉了起来，做一个假的国强，因为发现了浪的已经研究透彻，他这边一直摆一个盘棋。啊？你放在枪口上，直接抓掉，放在枪口上。因为你也没办法直接进场，所以没差。然后对，刚刚直接就打掉了，全面封锁，一阵打击。哎，他的麦子。关键失误，让内神关在里面喽！关键完了，完了！左边一点防御兄弟搞啥呢？你在后面，我的天！哎呦，还是没拉到一点，还有几万，那个电线没电到，那我们全部都要离开。相公赎罪吧，哥！你怎么没烧到啊？哇，好好吃！那点点小光是去那边的，开了这一枪就可以回位置了。叶师傅，看到了，小光，还有看到，哦，挡到了！哇，挡到！叶师傅，真的兄弟好久没有，哎呦，怎么也是你？怎么有了这个？喊了一喊，哎呀！输在自己身上，不是输在对面身上，回不了家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还行哪里啊？6-3而已。而且我觉得，对于本地人来讲，他应该也要知道这个。没拿。我跟他要了。都是用。对对。而且闹的反一直买这个派克这边，就是为了打这个东西啊。确实啊，确实。哇。反正如果你 A 点你要进，我就给你进去。红盘，然后这边因为这个样子，循环可以出来了。哦，我觉得冰河大局就要有了。来，维克多。上。车库，下一个这边抵消两招，然后再下一个烟也进不了。那先我这边就要给火墙了，好，我先拆门，门拆完给火墙。我们要知道中路，你这个陷阱一叫就是再来一次哦。啊，为什么你一直放烟点啊？这边买了两只，我走，哎，两只 C 一个，一只一 C Grudge。我觉得这边就是 Grudge 的不控，所以他也不做了。我第一拍不做，他如果第二拍做其实也可以，就会提到这样子。其实这个东西他们打的是异常针对，
所以因为他们交手不能太多次的，以前我会看到一个队伍他这样子打，他 A 点直接绑掉了，感觉刚刚是有一个绑加雷之后 A 点就不看了，反正我有他逆风雷嘛，他现在等 retake 感觉 A 点最好进来的时候交一大堆东西，那等一下来 open 大一个观看，如果这边 Oscar 没敢摸进去，那等一下回绑的慢，哎呦。哎呦，你敢摸可以，可以哦。然后你看他那个装包，有一个没有，装不了包，他的 HP 不够。完了，没办法，就做一个限制了。其实我认为在会比较可惜，全部人都在后面。灯光，看地方也，你这一拍可以上扫兴火爆警察，什么都没看到，烟雾下面反射一点的是来自 Precious 的，但是啊，哎呦，那地方人都推我，总有一个人会踩在那里。100趴有人在凹踩。就是吃我这一发啊！接下来这一拍，移动的包飞的时候，这个烧，看到你不要不要的，现在主攻出来了。可以。欧美为什么大风枪击啊？我一直骑着他大风就一大看进去了。我觉得他没有开。我是三四秒钟过去看一下，看到三分钟。这阿福循环陷阱。哇，传两个。就是他一句，他是要你做了陷阱，然后我们假装你中计，然后接下来再全部后拉之后，这一套的防守绝对顶级，是抓整个这个效果。而且我觉得关键是你那边是敢不敢进的，你有没有进的？如果你刚今天把这个进的脚掉，其实你这个包。怎么打出装子弹的？没有，他有三个两个人在架，一个装子弹，一个从右边打他。他上次对局就是中路一直开，选择的位置中路车库，然后就是维米亚，可能真的要打到坡五。哎，要先装门口，卡住我。这个门不用拆哦。哎呦，这个Let's go， 干炮出击啦！我强，哇，又炮，但是这边闪光弹可以再不出手，都被直接拉出去，不怕兵兵。完了 ，OVD 这样他会赢。没有，你等下看防守还是？因为这火男防守没有。就如果你防守，这些防守难，火男防守没有。哦，对。我现在反而觉得他进攻拿的不够很好。真的，是进攻组哎。他拿火男进攻应该很好打。就他火男就像是，反正每次开大就是把人一直往后逼，然后他们想干嘛打事情。他当年中路也一直都在摸，然后 A 点的。他应该要很好强点，他们还有飞的。吴勇回家了哦，今晚睡这里。哦，火男好难打哦。那个墙拉起来，闪光。最后的进攻两大回合，菲利克斯在抢这两个，然后再开始。哎，你只要看到球一定白吗？你只要看到球一定白吗？闪不了，他太快了。加油！你不能让对方可以一直这样打。我再也没看过闪，我觉得可以闪，还是要做。对，除非一开始有飞。他打热狗干嘛？在后面。抓到了一个。他想睡觉啦，想睡觉。他打那个狗在干嘛？是这样讲有点不太好听。不过宾客选菲尼克斯，他就是来送的。没有，上次瑞哥说他是一个开始说尿遁的，没有了，没尿了，你玩的。他就是这样子进去，哦，没人，我赚到，有人我也不会，反正我都有会读字，我进去全部玩的。只是一个转弯的国家。啊！哇！那我们赢了3-1，赢了吗？赢了，太早了，赢了，我觉得没错，头先稳定这一块我还是7-5，7-5，6-6我都觉得赢了。那两个右边的人抢不了点呢、啊。巴西好像要赢了。接下来他会不会再偏左？通常只会偏一边。
你这个时候修正应该是可以的。面对到全面封锁这一块，该修一下了吧？毕竟上这个路还是要上个主题，不然会影响到你的。看 Kent 结束了对不对？妈妈对吗？结束了。英雄所见略同，结束了。他知道你一定。他说没有没有，结束了结束了。没有结束了。结束了，不用很聪明。因为好厉害，哎呦，怎么知道这些狙击降落干？你怎么控？我突然干锅干锅，你反应控你干锅，就加一个狙击一层把你一类再抓一平头。没办法啦，全面封锁，连开都没有开，连开这番进点是闪光弹 ，Vanes 在连空的位置还是被对手干掉了。啊！谢谢连队，我这边是有一个二打一的内容，这个是间谍，这个是间谍，哇！他知道对方摆节奏了，而且包在自己身上直接连打操作，反正最后还有五十秒时间，没错，慢慢处理，这个时候就是进攻优势了，三个点位到处都是人。唯一的问题点是你的陷阱到底是放在哪里？这会是你前不二身为守卫的价值的优势。他刚刚这边没说不够，哇！那你要怎么想一下？哎呦，向右走！哇，你说两边拆一边，你拆了对的那一边，没办法，就跟爱情一样，完蛋这边。他这边就老是啊，被抓到了。现在下到五名以下，但是他应该也可以。他有大局，他有大局。没错，反正没关系，我还有下一把。我有个阴兵将领，跟一个野人。大也没用啊，我看你大哪有大兵。大也没用。所以今天先换个打法下。可以换个抖音歌让去拿去啊？不行啊。这个眼球没照到，这个有点冷冷哎、欸。哇！结束。因为如果你会出的角度，7-5。哎呀，丢了一大技能，看看你看一下。这张是进攻图哎、欸。现在那他们结束了 ，OK， 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家了，大家可以回家了。你现在看这么厉害，看这个场次的新增，让他自己的大家可以回家了。对，就依据我的经验，是这样没错吗？小老，你要叫几个？哈哈哈哈哈。叫一个计程车回家。而且我们打的是顶尖级的比赛，对他会更累，对他会更累。没错，然后这边是要贴上那个是什么的？那个是哦，哎、欸，意思是要放大，让我看清楚是贴纸是什么意思吗？是免费的蛋糕，我是冠军，没错。但是希望，希望这个可以成为冠军。我是蛮好奇那个贴纸是什么的。哈哈哈！哦，原来是实力圈赛的 overtime 贴纸啊。